你好，좀비가없어도웃고지금이렇게얘기를하다가갑자기예갑자기이렇게조용해지면웃으면될것같습니다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吗？现在到现在。잠깐만이거제가물론그런부탁을드리긴했는데근데너무아무것도없는데웃으니까조금무서운느낌이드니까이제제팬미팅을보러와주신분들이이해심이깊으신가봐요그래서그동안도보면제가조금부족하거나어설프거나이런부분에서그래서참그이소들이기억에남는것같습니다끝났네예죄송합니다结束了여러분반갑습니다네타이페이에서인사드립니다김수현입니다台北是见到大家还是在台北见到大家我是金秀贤谢谢네오늘자리해주신모든분들진심으로감사드리고요꼭오늘네즐거운시간보내고오셨으면좋겠습니다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一起有个美好的时光그러니까좀재미가없어도웃고所以呢今天就算不好笑你们也要笑지금이렇게얘기를하다가갑자기现在就像这样现在这样子我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突然예갑자기이렇게조용해지면웃으면될것같습니다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们笑就对了감사합니다谢谢我们请秀贤可以稍坐，我们好好聊会儿天。我发现金秀贤真的就是都敏俊本人哎，十年了都没有变，是不是都没有变？他一定心情有很多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人支持你，这么多媒体的关注，金秀贤先生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吗？이제그벌써한잠깐만이거잠깐만다시정리한번하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整理一下我等整理一下重新开始그러니까지금제가물론그런부탁을드리긴했는데好虽然我是的确一开始有这样的请求근데너무아무것도없는데웃으니까조금무서운느낌이드니까但我什么话都还没有说你们就开始笑让我觉得很可怕네그러니까그거는다시어떤걸로할까요所以我刚刚前面的请求就先当大家没听过벌써이제네번째이제네번째팬미팅을이렇게하고있는데아직도그긴장감이가시지를않는것같아요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举办今天这是第四场的粉丝见面会但是我这个紧张的感觉还是没有办法消失哎근데분명히많이이제편해진부분도있고편해질법도한데아직도그虽然到第四场了应该是会稍微轻松一点是会稍微比较放松一点但是你这个就不用翻了吧我想说你在什么네그렇습니다그래서对就是这样子예조금더멋진대를해보려고했는데그게아직까지는잘안되니아직조금연습이더필요한가봐요저한뭐시간이좀더걸리더라도이제연습을열심히해서꼭언젠가는좋은무대한번보여드리겠습니다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也希望可以展现出我非常帅气的舞台但是到现在为止的确是还比较没有办法那我会再多练习希望之后呢可以给大家看到更自在的舞台
粉丝见面会呢，刚好在台北站是进行到一半，要不要说一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啊， 그리고 보면 항상 이제 이제 제 팬미팅을 보러 와주신 분들이 되게 예심이 깊으신가봐요. 그래서 그동안도 보면 제가 조금 부족하거나 어설프거나 이런 부분에서 특히 많이 웃어주셨던 것 같고 그래서 참 그 이소들이 기억에 남는 것 같습니다. 在到目前为止的粉丝见面会呢，我觉得我的粉丝们好像理解心都比较强，就是同理心都比较强。到现在为止，真的是不好笑，大家一起笑，然后跟着我一起就是有情绪起伏。我觉得大概这一点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我必须要说，是因为你把大家训练得很好。